大哥，你的车咋少了一个轮子呀？不知道呢，我也正在找呢。天才宝宝是这样打针的。哎呦，打针啊！哎呦，没反应，你算没反应？还没反应？你咋没反应？而奇葩却是这样打针的。天才是这样荡秋千的。在天空翱翔的感觉一定很棒吧？而奇葩却是这样荡秋千的，360度转体。